你干啥子？嘿，你要开枪刀？来的可是快了，冲了！咦，你这个人吃多少？啥子吃多少？我就是猪皮粥，我都说了这么一下，煮好了再喊你呢。你咋子闹着了？来，还有这一盒好东西。好了，你个是浪费东西。本来我准备放几颗的，你来了嘛，肯定全部到家给噻。可惜了，那么多口子。哪得可惜嘛？那我东西吃。 你好，你还整点干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吃不得，网上看到的哈，我一定会做呀。会不会弄哦？吃了要遭不？是？遭没吃才要遭。嗯，好安逸哦，吃了不？先给你整杯茶叶的。哎呀，你还孝敬我蛋，感谢感谢。嗯，没事。昨天起就喜欢吃这个了嘛。 有葱的味道，有干儿的味道，还闹着的味道，如何嘛？还差一点感觉，对，我就吃的更热火。你咋跑到去外面呢？你看啊，这是咋子东西嘛？除了这样是我买的，没那样是我的，我感觉不懂啊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害怕陈大姐收拾我走。今天你也可以看姑娘了，二婶。那好久可以看姑娘了？ 就耍些，你不是周家姑娘那儿去吗？人家温江给你介绍吗？我说我家公公去，他之前来我买的耍的嘛，一出耍啥子噻，过两个月结呢。我啷个过的呢？嗯，你想啥时候去了？如何嘛？那两个月介绍过？看都没得看，还没去呀。小伙子咋不去看？啊，在哪有空都家里没空，来，到时候就接。手机出多少咋不住？那到时候咋不住？冬天来了，天冷了，多起来。这要担心我的事情，硬是。 以后嘛，我们好不也好找，对不对？不要慌，不要慌，来，来好。对对对，嗯，顺的很，这个汤。吃了也不能耍啊。哎呀，开玩笑。不得，那哈你屋嘛是咋耍的嘛？别人接到了嘛，自己耍的。自己耍的，镜头看上眼了嘛就。 就是我的，又给了噻。我都晓得道理是啷个说。顺顺当当的很耍姑娘的心，哎呀。你别懂哦，道理是啷个道理，关键是你实事求是的时候不一定了，懂吗？为什么？要实战难打脸皮厚，只是嘴主要的。哦，你有点乱交了。我不是交你，我说话算数嘛。说话算数哈。那看得上你，那就说你就是有意义的；看不上你，那说你是耍流氓。美女也怕羞风，你要记到，晓得不？嗯，对头。 终身大事不要慌，不是的，过家家啷个的？过起人我都不慌。就是你。我头那那两个人是天天吹吹了几年了。咋个不经历嘛？二十几了。前两年还好，嗯，还早还早，都还不富有一下。是今年子开始是已经我也富有不过去了。特别是你老汉儿。我弄个老汉儿。像没孙子了，晓得不？妈都说的，你再不喊你回来的话，可能过年。 过年都小姑娘们玩抖音了，是不是？龙岩子嘛，我不是，咋的？我问呢？所以我说你讨教一下，你我这酒是白煮，你吃了，肯定吃了。你要，你意思可以今天又上了一套套了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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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酒还是吃了，我也没讨教噻，虚心你请教。像你妈那种说法，直接上来去看，大街上，看中哪个，然后再喊人去了解一下。我的。 明天就是赶场，我得一个高音喇叭，我来喝酒。出对象，出对象，明天你就在旁边我站到，你看门口的哪个过的，你觉得合适的，哎呀，你给我建议，你就帮我拉一杯，我懒得要不要出。要得个屁哈，但是老公公去看媳妇个，这才有效率了嘛。有效率，要不得，我来不得干。哎，我不是走一步算一步。